昌，身为哥布林王口头上未来的法务部长，在前阵子被一连串爆出有基林地有盖在国有地的违建，他在第一时间指出基林地都是一些种菜的地，但事实是基林地上种出了一台一台的车车，有丰田本田，只差没开出莲花跑车。而且基林地并没有合法申请执照，竟然还收费，也衍生出是否逃漏税等等的疑云。哥布林王得之后云淡风轻地表示，法务部长的封官只是玩笑话，至于土地争议要交给国昌自己来说明，明显的是次元刀的切割高手，难怪目前哥布林王能占据第二的位置，简直不将百年大党国民党放在眼里。这也难怪蓝营小鸡们个个想要换一只大一点的母鸡了，你们说是吗？